嗨，Hello，谢谢，谢谢鱼的红花，谢谢。Hello，晚上好。好好，快睡觉，快睡觉。现在很晚了，嗯。谢谢小搜的99个音乐棒，嗯。谢谢你的奶茶。现在，你想今天公演结束的就很晚，我们回到中心就更晚。对。嗨。今天这个，你不觉得这裙子很可爱吗？对，就是那种白的，然后上面有五彩的那种小花，对，很可爱，是吧？但是因为它那个就是这个吊带裙后面实在就是设计太就是布料太少，然后就今天去剧场的时候穿了一个就是外套，嗯，前面倒还行，嗯，对，这个小珍珠也很可爱，对，一点都不性感，这个很可爱，对啊。这个很可爱的，嗯，公主现在不是公主，嗯，今天那个唱夜风的时候才是公主。这个夏天穿很可爱呀，嗯，对啊，这衣服就是很可爱，一点都不性感。今天不是小蛋糕，今天是小公主，对，今天夜风，嗯，小皇冠会掉吗？就是用很多个那个卡子卡住了，它就不会掉，对，不然它就会掉。口红的色号是那个什么，YSL 的618，对，嗯，所以今天用那个就是卡住了，对，就卡边卡还边掉，然后姐姐说你不要低头啊，不要低头。低头，别低头，皇冠会掉。是，然后今天就很怕，因为我有一次夜风也是戴皇冠，然后一鞠躬它就掉了，所以这一次鞠躬的时候就捂住了那个，捂住了那个皇冠。对。我今天体会到了那种就是打 call 完，然后就是嗓子不舒服的感觉，嗯，谢谢你的奶茶。我今天回来路上，就现在喉咙好痛了，就讲话声音都变了，你们听出来没？讲话声音都变了，为什么也感觉嗓子不行？哦，谢谢小小猪的生日蛋糕，祝你生日快乐哟。是啊，就是感觉。跳舞跳嗨了，结果我还是那个，嗯，谢谢你请我吃蛋糕，记得吃蛋糕，嗯，今天不是跳舞跳嗨了，今天赢了也被惩罚了，我赢了，嗯，我解释一下，我在后台教大家是因为我觉得我不会输我才教大家的，对啊，我在后台讲的可起劲了，我说输了跳天真，对，我输了跳天真是的，然后他们就说天真怎么跳，我说来我教你们，嗯。今天好看，哪里好看？然后我发现今天就是滑不动，我晕，滑不动。这不是性感，真是可爱，我晕了。见这个小花花，你居然说出性感。但是，谢谢你的音乐棒，我怎么不能教人家跳天真啊，动作我还是会的，嗯，谢谢你的巧克力，对，你们是没有看过女孩子穿吊带裙吗？真是的，我拿给你，嗯，华贵了。华贵了，对，今天我 MC 华贵了，但是我卡住了，滑不动呀，对，滑不动，因为我没想到我会滑的，因为我觉得我肯定会赢的，对呀，啊，嗯，嗯，因为我觉得我肯定会赢的，嗯，
结果赢的还是被，唉，我赢的还是跳天真了呀，嗯，无语。对，广州真的很热，嗯，我没有想过输赢德华，没有想过，我没有准备跳关不掉，没有，我说的，今天是因为我觉得我肯定就是不会输的，所以我才在后台就教他们教得很起劲，我说你们要怎么怎么跳，怎么怎么跳，结果上台我就很委屈，是啊，我明明我赢了，对啊，气死我了，嗯，我没有偷偷练，你看我那样哪像练的，而且那个手上那个袋子还就是妨碍我，对，委屈呗。我明明赢了，我明明赢了，我还要跳天真似的，嗯，哼，对啊，当然胜负欲很强了，就是一到性感舞蹈，我的胜负欲就变强了，对，那个破布哪里，人家不是破布，人家是莎莎，对，反正没扎好，对，早知道今天穿自己的那个了，嗯。然后我今天跳错太多了，我从谁能想到，我上来之前我在跟邓坤说，我说邓坤，我如果前四首不小心就是跳错了，你怎么办呀？他说，嗯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然后，结果我上去第一个站位我就走回了二号位，第一个我就走回二号位，我晕了，第一个站位我就走回了二号位，我人没了，而且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，我是就是唱完了，我觉得不对劲。怎么有点熟悉，怎么有点熟悉，然后我就，对呀、啊、我觉得怎么有一点熟悉，然后我发现原来刚才我撞的人是邓辉了，我今天笑的多是因为我错的多、嗯、对啊，我觉得这边有点挤，然后我还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我发现镜头一直在拍我，我觉得嗯，就那个灯一直就是亮这一个，我觉得很奇怪，然后等我才发现我走错位置了，嗯，对，最后一首不敢五分怕输吗？不是的，就是给五分，如果最后一首是五分的话，就是感觉好像自己赢定了那种感觉，这样不好，是的，嗯，我知道 C， 但是起码两个人唱就是一人一半吧，对吧，他一直在拍我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我说邓坤没唱嘛，然后结果我一看邓坤在旁边，邓坤在旁边，我晕了，对，我今天跳错太多了，我跟大家道歉，对不起，我今天跳错太多了，嗯，我这跳错太多了，镜头肯定很多，但是我跳错太多，嗯，跳错太多，嗯，真的，我每次就是跳完我很懊恼，但是，我晕了，嗯，谢谢的月宝，太久没有跳，就是。中间的位置，嗯，上次跳还是十八闪的时候，嗯，就是这种整场公演的那种，嗯，嗯，叶枫啊，叶枫没上错次，是的，哦，谢谢，是荣浩的荣光，谢谢你，叶枫给我大拇指了，叶枫还行，不拉垮吧。冬日是不是拉垮？冬日是不是拉垮？你知道吗？冬日我出来的时候，我站在那，我就觉得啊，今天就是我的翻车之日，今天就是我的翻车之日，我就闭着眼在想这个事情，然后，嗯，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一直在那默念，今天就是我的翻车之日，今天就是我的翻车之日。对，我晕了。心想事成，在说什么？对，我本来都松一口气啊！我跟你说，我天，冬日你知道吗？我唱完了，我本来松了一口气，结果发现我转错了。我因为我唱完了，我就没再数拍子了。我觉得我肯定不会转错的，对我都已经习惯了。结果我站中间没动，我就感觉拍子不对，我转回去，嗯，怎么大家没有转呢？关键是我还又转回来了，啊，好尴尬。早知道我就不转回来了。对啊，就是 C 位的动作错了就错了呗。对啊，应该理直气壮一点。关键是我又转回来了啊！我不知道我怎么想。气死我，真的，这就是没有跳习惯，是的，下次，对啊，下次我就当 solo， 我就是先转的，我就应该理直气壮一点，我每次跳错就很心虚，就，嗯，我总觉得你们是舞蹈老师，就是你们都看得出来我跳错了，嗯，我晕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对，没有什么经验，是的，嗯，气死我。
对啊，大家看不出来跳错，全靠我笑。我看别人跳错也会笑，对啊，想不到吧？放弃跳舞太不专心了，还在看别人有没有跳错，结果自己错到我都好晕了。我今天看东方跳错，我笑了好多次了，而且他还唱错词了。是我们黑天使咋了？黑天使是这样的，我给你们解释一下。本来一切很好，对，一切非常的顺畅，直到我跟若曦就是面对面的时候，他第一个字就是唱跑了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就像那种就是喉咙哽住了一下，然后我就被笑到了，真的，对，就是太好笑了，我根本唱不下去后面的了，真的，就很像就是他唱歌突然就是喉咙哽了一下那种感觉，对，不是害羞，是就是被笑到了，被那个声音笑到了，因为我们两个就是我把麦给他，他把麦给我，就是他那个他的声音在我的耳麦里，在我的耳返里，所以对。他声音在我的耳返里，所以我听到他那个就是哽住的声音，然后我就笑笑。对啊，对，就是突然哽住了。我看有没有就是 cut， 真的突然哽住了，真的。我的，反正我的耳返里特别清楚，然后我就忍不住笑，真的太好笑。我搜一下。有，大家找一下。再往那边前面，这里，你听，就是他突然卡了一下喉咙，你们听到了吗？对，他卡一下喉咙，我就笑受不了了。你看，我就受不了，真的，因为就是我的耳返里声音很大很大，对，我的耳返里全是他声音，然后我没想到会就是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没想到，真的没想到是，就突然哽住了，对，像卡了一口痰一样，对，然后我就笑得低头不行，笑死！而且我觉得他很厉害，就是厉害点在哪？就是我都笑成那样，他还能继续唱完那句。就是他除了那个字有问题，后面都很好。对，给你们听一下，等一下，真的，你看他唱完了，哈哈哈！对啊，他唱完了，是的，然后后面半句我知道他唱不下去，然后我就大声了，对，笑死。反复鞭尸，今天真的很好笑，真的，这个太好笑，所以笑是有原因的，对，我现在已经就是跳那么多场黑天使了，对视还会笑吗？不会，除非就是他逗我，但他没有逗我，是的，他没听到，因为他听不到自己声音，因为就是他在用我的麦唱歌，因为我把麦递给他，对，他用我的麦唱歌，太好笑了，真的，今天，救命。虽然这个衣服真的很可爱，但是我真的很想吐槽它这个珍珠链子太滑了。他后面是看到我笑了，然后他可能也抓自己卡了一下，对。没有。没有，就是今天就是唱太大声了，对，今天16人曲只有10个人，你要唱大点声，不然压不住那个伴奏。今天太溜了，我溜肩确实有一点，真的假的？我都不敢自己听自己的冬日，不敢听。今天就是没有翻大车，但是每次翻的车都很好笑，我晕了，真的好笑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今天唱平时好，真的假的？
我相信现场的人，我怎么能不相信现场的人？嗯，男妈妈。然后气死我了，最后梦想代码邓婚这个垃圾居然不给我比心，气死我了。本来我不是跟他的，我是跟奶黄包的，但是奶黄包以为我跳的是一号位，然后邓婚跳的二号位，他以为我走错站位了，其实不是，其实是我跟那个竟然有混响，不用太相信，其实是我跟那个邓婚换了。对啊，拍头也不给我比心。对啊，我拍了他的头他都不给我比心，气死我了。对，嗯，其实我跟邓欢就是换了，对，因为我第二首歌我帮他跳到后面的，对，嗯，谢谢你的巧克力，嗯，对，他就不肯跟我比，气死我了。对啊，坏女人，现在知道吧，邓欢真的是坏女人，坏女人，邓欢坏女人是，对。对，你跟他说比心不比，他这样，你拍他的头他也是不比，是的，嗯，从头到尾都没看我一眼，可能他太紧张了吧，啊，他真的从头到尾没看我一眼，明明一二号位有很多互动的，哼，只在我这里坏女人，他好那个，他在别人那就不坏了，哦，这样子，气死我了。我像个单箭头的女人，才不是呢，谁给她单箭头啊，爱比不比。对啊，爱比不比，是的，嗯，多的是人想跟我比心呢，对，爱比不比，随便她，嗯，对，是啊，你看多的是人想跟我比心呢，对，我拉着人家比心，她爱比不比，哈。本来我是跟奶黄包比心的，奶黄包以为我跳错了，他就没过来，是的，嗯。我今天就不应该就是跟他比心，我应该独自美丽，对，我应该独自美丽，一个人在中间比心，然后镜头就拍我了，气死我了，对，哼。因为我最后的时候我两边看了，看奶黄包就是找旁边人比心了，然后我就想着那我就看看邓婚吧，然后邓婚结果邓婚瞄我一眼，他过来了，对。关是他还不如不过来了，气死我了！你的小人怎么是黑色的？对，哼，多的是人想跟我比心了，对。被甩黑了。We can try 个对视的地方。哦，对啊，气死我了！他跳错了，嗯。他跳错了，那里他跳错了，对，气死我了，嗯，他可能跳了自己平时的方向，对，嗯，罗可嘉我如果拍他他会跟我比心的，对，嗯，他可能是故意的，女人就想这样引起我的注意，想得美，罗可嘉是好女人。没关系，对，我说没关系，你没有觉得我酸，其实没有，对，我跟他一直都是这样若即若离。没关系，就是感觉就是喉咙不舒服，对，嗯，他也不会改，没关系，就是就是人嘛，不要为就是要为自己在意的人改变，是的，嗯，不能轻易的改变自己，对，邓婚做得好，做得棒，是的。是的，嗯，阴阳怪气吗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有，可好多天，今天公演完了才这样，嗯，对，大家不要为得不到的东西哭泣，嗯，谢谢林夕的幺蛾子。是吧，嗯，你好会什么，你好会想，不是茶言茶语，对，握不住的沙不如，对吧，嗯，
多的是人在意我，对，多的是人，嗯。哇，谢谢 DBYT 的红歌。你们明天不上班吗？我跟你们说，明天我不上学耶，因为明天我们学校上星期天的课，对，然后就，谢谢 DBYT 的红歌。我们学校上星期天的课，对，然后就不上学，对，嗯，休假了呢，对。对，不得了，不上学，明天不上学，对，明天早的课，晚，调了周二的课，对啊，本来大家都是要调周二的课嘛，结果我们就上星期天的课，嗯，哎，不上学，开心，对，不上学，嗯，你们要上课吧，你们要上班吧，笑死了，嗯，太惨了，我星期天的课，我星期天没有课呀，对呀、啊。上星期天的课就是星期天没有课的意思，对，嗯，是，你们不上班啊？猫猫抖音很可爱，对，你不用，你明天不上班，不要翘课呀，要好好上课，嗯，那不可能，是不是只有这一天就是要调休，然后后面就是正常的，然后一直到五一就放五天了，是这样子的吗？嗯，下周是不是5月8号？5月8号就也要调休，嗯，就5月8号嘛，好像是，对吧？8号，嗯，国家规定是，嗯。5月8说不定我也不上课了。我们是那种就是根据就是学院来的，每个学院的安排不一样，对，嗯，说不定是的，就是不一定嘛，嗯，在成都上学，嗯，周二没课那也挺好的。你们好那个，明天广州是不是要下雨了？明天就会凉快点是吧？是不是？星期一、星期二好像是下雨。哦，不对，明天星期天也下雨。谁知道呢？明天如果是大太阳，我就拳头硬了。对。天气预报是不是下雨啊？我记得，嗯，小雨。嗯，还想出去逛逛。下雨也不降温。我本来想明天就是去录舞的，但是明天下雨。想去室外录，又换头像。对。嗯，不是抚摸，是个宅舞，嗯，把乌云赶走了，对，下雨太麻烦了，也不是，是一个很老的以前的，嗯，就是某一天发现自己好久没有更新 B 站。嗯，应该是找人录，自己怎么录啊？嗯，对，想找个就是哪天天气好的时候，大太阳那种，嗯，但是在广州跳肯定要热死，那就少跳几遍，对，争取，对，也没有，就是尝试一下而已，对。就是怕他下嘛，嗯，主要是怕他下。嗯，觉得室外景会好看一点，嗯。没了，割掉了。嗯。是小番茄不在家，什么小番茄不睡觉？
为什么大家就是对我戴项链很好奇、啊、我就是很多人就是问我你怎么突然戴项链，那本来这个吊带的衣服这么空对吧，肯定要就是戴个项链就是感觉脖子这边没有这么空嘛，对，嗯，说明关注我。对啊，我以前就是我确实不太喜欢戴这种东西啊、嗯、对对啊，这个也不是第一次戴的，这是我自己买的啊、嗯、先前的奶茶。我感觉就是问我的那些人下一句就要问谁给你买的呀、啊、下一句就要开始八卦了。是的，嗯，我自己买的，我自己买的，好久之前的事情了。对，嗯，对，我要解释一下，我自己买的。对对，是什么时候买的呢？是那个第一次去拍 MV 的之后，对，回广州了。对，嗯，是啊，我就知道就是问我的人肯定要问下一个，对，只是好像没问出口似的。嗯，对，而且我还可以跟你们说就是我为什么会买这个，因为不是好爱这个牌子，不是，是那个时候就是一起去拍 MV， 然后有一个就是前辈，然后他戴这条很好看，对，然后我就也买了这个。是吧，嗯，没有，因为我真的不怎么戴项链什么的，所以我就也不知道什么牌子，嗯，只是因为见实物觉得挺好看的。真的假的，这句话好阴阳怪气啊，什么叫眼光蛮好的，很瞩目吗？这个，但这个粉粉的还挺可爱的。对，嗯，也不戴手表，我不喜欢戴那种就是这种什么手表，感觉禁锢住了我自己，还有什么项链啊，什么什么耳环啊，都不喜欢，我就希望自己身上就是什么东西都就是没有配饰，对，没什么配饰，对，很舒服这样子。对，嗯，但是如果就是要上台或者怎么样，就是要搭配的话，那还是会，对，还是会就是会就是多带点东西。对，嗯，但平时如果就是出门或者怎么样，不喜欢，嗯嗯，光溜溜的那还是要穿的。对，反正对，就喜欢就是，对，嗯，不喜欢身上太多东西，嗯，但是装饰自己的时候还是要这些东西。对，嗯，如果要穿得舒服的话肯定就不要这些东西。嗯，你比如说戴项链洗澡的时候真的很麻烦，你说戴项链洗澡的时候到底摘不摘呢？如果就是不，如果懒不摘的话也是可以的，但是就是洗完澡的话这边一圈就湿湿的，你知道吧，就很难受。对，嗯，对啊，那不戴项链洗澡那还得就是把项链给摘了，就是摘了之后还不知道放哪，然后洗完澡又要就是带回来，好麻烦呀。对啊，不摘不行啊，这样子我等会儿直播完我就把它给摘了。戴玉就可以不戴，嗯，我小时候也有戴过，就是那个玉佩，对，就是很小的时候，哦，容易氧化，而且我小时候还戴那个，你们知道那个吧，就是小朋友会戴这种，就是那种手镯子，但是那种也不是铁的，不是金链子，就是两个手镯子，然后还有铃铛的那种，还有铃铛的，不是手链，就是两个环在这儿。对，银的啊，对，银的，是的，就是银的。我妹妹也有戴，不是链子，它就是两个那种环。对，啊，嗯，好，我记得有没有铃铛啊？好像有的吧，我不太记得，反正就应该是银的。对，嗯，然后我戴到小学，然后那个就是我忘了是几年级开始就没戴了，因为我们班主任就是找我家长说，你们家小孩啊，天天上课就在玩那个。玩那个手镯子，下次不要让他戴了。是的，然后从那天开始我就没有戴过，因为就是上课你知道小朋友很难集中注意力，然后我就在上课在那玩这个，对，一直在玩那个，不是玩手指头，是玩那个手上的那个，就是那个手镯子。对，是的，嗯，有啥好玩的，就是比上课好玩。哦，对，
对，带领，我不记得有没有带铃铛，反正我现在我妹妹带的也是那种，就是嗯带铃铛的，好像嗯，而且她那个不用摘，好像嗯。妹妹有玩了，妹妹现在上幼儿园呢，嗯，还上托班呢，就是也不用在意这些东西，上小学的可能也不带了，嗯，脚脖子上，铅笔、橡皮，肯定不是那种很响的铃铛啊，那不然的话就全班都在看我玩了啊。他老是溜，因为他太滑了，我晕了。你没有发现今天我跳黑天使那衣服坏了吗？那个袖子坏了，袖子上有一个大洞，不知道明不明显。姐姐说很明显，然后她一下子在笑我，嗯，然后我就在那说，我说广州四八给我穿破衣服上公演，给我穿破衣服上公演，是破了，就是袖子这，就袖子这里的地方破了，嗯。什么老奸巨猾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拿破了袖子，拿破了呀，嗯，怪不得笑了，不，我自己没有看到，是他们在镜头里看到的，嗯，就后来姐姐在镜头里看到，嗯，真的吗？本来就这样，不是这样子。我今天在后台哦，嗯，就是差不多上夜风之前吧，然后我在换衣服，嗯，谢谢 K 的皇冠，谢谢你。我今天在后台，然后我要换衣服，嗯，然后换衣服就是穿那个夜风裙子吧，然后我穿上了，然后那裙子很长，对，然后就是很急很赶，因为我下来的时候只有一排了，然后一排又只有几个人，然后我找姐姐帮我把那个裙子也就是拉上去一点，就用那个别针卡起来。然后我那个衬衫它是那种系带子的，就是它那个手臂上有两个蝴蝶结，每个手臂上有两个蝴蝶结。然后我就很着急嘛，然后路过了一个小后背，我就随便抓，我说嘿，你可以帮我系下蝴蝶结吗？然后就帮我系蝴蝶结。然后他帮我系一只手，然后又抓了一个小后背，嘿，你可以帮我系蝴蝶结。然后我在后台，然后我就这样，我在那又很着急，因为我自己又系不了蝴蝶结，然后我这样把两只手伸着，然后他们俩在给我系蝴蝶结。对，嗯。好像是是吕曼菲跟那个吕思琪，对，然后吕曼菲系了蝴蝶结走了，因为她没有看到还有第二个蝴蝶结，然后但她走都走了，我就也不好意思叫她，因为她好像要上歌还是什么的，然后吕思琪就在那里边系边叨说，哎，这个吕曼菲怎么不过来帮前辈系蝴蝶结呢，然后她就在那就是很耐心的帮我系蝴蝶结，我天，她就帮我系了三个蝴蝶结，是，嗯，发现小后辈还是挺好的，对，嗯。对，我就随便抓，太着急了，对，嗯。是。而且我觉得他好适合跳男位啊！哦，你们知道吗？今天吕曼菲竟然跳男位了。哦，谢谢，谢谢海果摩卡的皇冠，谢谢。今天14岁居然做男人，我晕了。我说他怪不得今天要扎个单马尾，而且还是那种很单的那种。我在后台看见他穿那种紧身裤，对啊，我都觉得，嗯，天哪。14的，哎，那不一样，好吧？啊，我哪有不肯上 YM， 我上 YM， 你才23岁呢，无语，嗯。在家就看男人了，今天对，明明才21，嗯。
我们跳过男位吗？嗯，你问谁呀？你们怎么在我的弹幕里聊起来？你今天来看公演了吗？好像是没有跳过，但是呢，就是那种，就是那种大哥跳过算吗？你们知道四十八是有男位跟女位的吗？嗯，就是那个喝不常识青稞堆，那就是那里就开始分男位女位的。对，就是女孩子是坐在箱子上，男孩子就是过去踩一脚。对，那个算吧，算的吧。算的吧，不用假发，为什么要假发？好勉强，那也算算了，对，也算算了吧，反正，试试吧，有很多对呀、为什么要我跳 YM 男位呢？你就是。强人所难，我跟好，我就算跳过 M 的男位，我也不可能穿紧身裤的，我晕了，我不想穿紧身裤，不要，不要，我接受不了，为什么要比划头发？为什么？对啊，但是。我上次说不喜欢穿工装裤，但是比起紧身裤，工装裤还是 OK。对，不能毒奶不可以、什么要使什么手段不可以？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只有裤子，对，必须有裙子，对，怎么能穿裙子难为了？那也不像，对，其实我还是可以跳男位的，只是，就是，如果那天就是公司安排我是吧，我是 OK 的，我是就是对，是的，听从公司安排，没错，对呀、我是穿过裤子，穿过裤子，对，好员工。没关系，就是 staff 不听这个，对，不要不要。为什么要裤子特殊公演？女孩子穿裙子不好吗？什么？你还能跟 staff 聊一聊啊？你不要撕裂我们 staff 啊，是吧？男装特殊公演已经过了呀。上一次在成都的时候，对，还是可以的，就是只要不让我戴假发，我还是可以的。你看人嘛，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，一个一个就是自己的底线慢慢降低。谢谢，谢谢 DBYT 的皇冠，谢谢。谢谢余额不足的幺蛾子，谢谢你。人的底线就是这样一点点被降低的，哼，好家伙！你看，从原来抗拒男装公演到现在男装不让我戴假发，我觉得可以了。对，穿裤子也没关系，不要让我穿紧身裤就行了。对，你看，对啊，人就是这样子，人就是这样子，就是慢慢的，对，就越来越，越来越就是对磨平了棱角似的，对。现在还跳天真是的，以前如果我就是 MC 如果赢了的话，我就不会就是接受惩罚的，结果今天还是，对啊，还是因为人太少了，没办法，对，
如果不上去的话就被尬住，对，是的，紧身裤还早着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，啊，不要，大光明男装挑战局，不要，这是什么东西，这东西。大家也不想看我，就是慢慢磨平棱角，是不是？对，哦，是不是喝酒了？天哪！谢谢，谢谢这个话题的一晚发电，谢谢你，少喝点。他喝多了，真的假的？楠楠送我的哦，谢谢他。他怎么不自己送呢？真好，羡慕吃夜宵。啊，没有啊，怎么错账号啊？你们怎么，你们三个人真的很有问题，你们三个人老是这样子，我晕了，好甜，对，好甜，磕到了。我今天本来想大马尾，但是今天大马尾太多了，然后我就双马尾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就一般就是小十四他都会，双马尾的，但他今天居然没有双马尾，我就说了，原来是今天要男装，啊不是男装，就做男人，对，原来是今天要做男人的意思。对呀，啊，我跟你说，我真的本来是打算大马尾，披头发跳舞就是不太舒服，会粘在脸上，我的头发不会跳舞，不像黄楚英他们会跳舞，男人有这么不好吗？男人很好啊，但是你让我做男人就不好了，对，像我今天也有被就是十四岁给我觉得他做男人很不错对，什么今天会很热，就是哪天都很热，就是在舞台上跳舞披头发其实很热的，你要就是坚信下一次可以看到，对，十四岁这么小做男人了，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，我觉得邓婚真的不是人，邓婚做个人吧，就是他居然让女曼飞做男人，是的，本来是邓婚做男人的，对啊，邓婚超开心跟我说，他说哈哈我又跳回女位了，我说那谁跳男位，他说女曼飞，我说对，他说跟女曼飞换了，我舅舅他，我觉得他做男人挺好的，我还没说下去呢，是的，单膝下跪了，我觉得他做男人很好，非常的就那种反差萌，很可爱，对，我就没有，你们说我，我不可以，我没有反差萌，我只会就是很油腻的那种，是的，不行，我不能，我男装很油，是的，不行，别跟我说你们喜欢油的，我晕了，不能这样，对，不挑的，不行，我怎么让了他，他不是跟我换，他是跟邓婚，应该邓婚让了他，啊，你们怎么不说邓婚呢？对，怎么说我说邓婚，是的，有啊，上次男装的时候我直播的时候就摘眼镜什么的那种，你们都说有，无语，不信了你们的鬼话哟，不相信，不讨论别的小偶像，那你们讲十四岁真是，等会儿那项链在我这里，好家伙，怎么往我包里塞呢？这个女人一定是想引起我的注意，她的项链在我的包里，想等会我去还给她是吧？我看透她了，没想到邓辉你是这样的，我晕，
建议写小说。笑死了。对，你们别看他就是平时对我很冷淡，他就是两个人同框的时候，他可会了，我晕了，绝了。他老是说怪话。啥怪话？你们看上一次的那个直播呀，就是我们在深圳的时候，就是一起直播，嗯，他就讲怪话，就我听了都会在说什么怪话。对，吃饭那个直播。是啊，听了眉头紧锁。没有，我们没有去华强北，只是开玩笑说要去华强北。一些不要发现的发现，就这么放大了缺点。来让我问谁可决？把双眼皮贴死。东西叫做完美之线，我只懂得爱你在每天。当潮流爱新鲜。我今天在后台看那个透明胶吧，胶带粘住，粘不住，双眼皮还健在 safe， 笑死了。就我还是双眼皮，只是就是不贴双眼皮贴的话，就是会没有，就是双的这么对称，这样子，嗯，这边会稍微没有那边双一点，对，还是贴，总结来说还贴好看一点。哦，对了，你们是不是很好奇我昨天讲什么梦话呀？我昨天起来的时候，我看那个睡眠报告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怎么会有六段梦话呢？嗯，我一般就是晚上做梦，不说梦话。我印象中就是没有人讲我说过梦话，只有就是可能一两句吧。对，我看了六句，我吓了一跳，然后我就从第一个开始听。我从第一个开始听下，然后除了第一个，其他都是就是其他都是装修的声音，对，就是装修的声音，嗯。那个第一个也不是梦话，就是哎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们睡觉不会嘤嘤嘤嘛。第一个是什么？就睡觉的时候会那种，就是翻身的时候会发出那种，就是那种有点像在撒娇的声音。对，不是葫芦，就你们居然不会。可是我觉得就是大家都会，我觉得大家都会的。我没有腿，就是不是啊，就是那种，我也不知道我醒了没醒，好像没醒吧，因为我没有印象。对，但是我有就是半梦半醒的时候这样过，嗯。啊，我也说不清楚，就是那种，我看看今天晚上有没有，如果今天晚上有的话，就证明我经常这样，对。如果只是昨天晚上，那就是偶尔，对，嗯，模仿一个，就是，很奇怪，你们要我直播间在这里嘤嘤嘤，不好吧，嗯，对，我室友不在现在，太奇怪，不要发出来，不要，这个怎么能发出来？很私密，这个。不要，就是有画面感了没有？我觉得我一定是在翻身，真的一定在翻身，然后觉得睡得不舒服，对，可能是这样的，嗯。我为什么呢？是这样子，就要从昨天晚上开始说起。昨天晚上，就是昨天阿姨来打扫房间了，然后她把我不小心把我热水器关了，对。然后我昨天洗澡的时候就发现就是冷水，但是我都已经就是脱完了衣服了，我就。也就是也很晚了，我也懒得去别的房间
对，本来想去找瑞子的，本来想去瑞子房间洗澡，但是就想着算了，这样子过去怪吓人的，对。然后我就洗了个冷水澡，对。然后你知道就洗出来什么感觉吗？就是出来我就穿那个很厚的那个外套把自己包起来，然后我在床上就一直坐着，然后还盖那很厚的被子，对。然后好不容易才就是暖和一点，对。然后就是可能这样捂了很久才暖和起来，对。然后暖和起来了，然后啊，我昨天去洗衣服了，就是把我所有的睡衣都洗了，就只有厚的睡衣了。然后我昨天就没穿睡衣睡的，对，嗯，可能是没穿睡衣睡不太习惯，对。然后就睡得不舒服，对，嗯。我一个人在房间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问题吧，嗯。一个人在房间没什么问题，因为我昨天把睡衣全部洗了，嗯，对，都没有留一件，我晕了。然后我昨天洗睡衣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我有这么多睡衣啊，天啊，嗯。没什么问题，一个人睡就有什么？如果室友在我肯定不会啊，室友在我就穿厚睡衣睡，是吧？嗯。没有啊，你不觉得就是我现在穿不是睡衣啊？嗯，你不觉得睡衣很舒服吗？对，就是我以前可喜欢买睡衣了，对，嗯，就我出门不喜欢买衣服，我出门喜欢买睡衣，对，嗯，好，知道，以后不会洗冷水了，嗯，确实昨天洗的真的好冷好冷，嗯，嗯，谢谢你的奶茶，不是买很多套啊，就是舒服的睡衣就会很，因为我待在家时间比较长，对，我不怎么出门，嗯。谁说睡衣是睡觉的时候穿的？睡衣可是就是在家的时候，居家的时候就穿着的。嗯，那不是睡裤，我晕了。没有，睡觉不穿还是不太安全。对，嗯，万一就是突然，嗯，对吧？发生什么意外情况？对啊，你出门都来不及，是吧？嗯。洞洞鞋很舒服啊，洞鞋不用穿袜子，我不喜欢穿袜子，嗯，我喜欢就是我的脚被束缚的感觉，对，嗯，那还是有事的，射死啊，好可怕，嗯，什么意外情况呢？比如就是就是自然灾害什么的遇到了，嗯，对，不喜欢被束缚。而且我不喜欢那种套头的那种睡衣，对，我喜欢那种就是前面是有扣子的那种睡衣，对，嗯，就是这样子穿的，不喜欢那种套头的，嗯，谢谢的奶茶，是啊，嗯，扣子的好，嗯，对，但是除了睡裙啊，睡裙的话那没办法，只能套着，嗯，然后就是。你们夏天是穿长袖的睡衣还是短袖的睡衣啊？我如果在空调房，我就会穿长袖的睡衣，嗯，因为短袖都会吹的，就是手痛腿痛。对，可是短袖会吹的手痛，你裸睡啊？我晕了，嗯，谢谢你的奶茶。我就穿长袖，然后盖棉被。嗯，16度穿长袖。16度太低了吧，那就是我年轻的时候，年轻的时候16度，现在都是26度，嗯，那你可真的太尊重了，你还省了睡衣的钱。对呀，啊，我现在都26、27，我天，对呀，啊，嗯，16度都不知道是多少年前的事情，是，嗯，哦，好远。去拿一下，穿不了长袖，开空调的话就可以穿长袖。这个是什么？什么音乐会什么时候出的？这个今天拿到的，
蛮可爱的，就可以挂在房间门口，对，是不是很可爱？过年的时候是不是？对，过年的时候的那个头像，对，玉树。好，等会就把它挂在门口。还有这个，对，开心玉手，就是希望大家开开心心的。是的，嗯，背后是这个，哎，这个好可爱啊。对，这背后是番茄，嗯，你不是一个人，这上面是英文，对，背后写愿望许愿的这个吗？是可以打开的是吧？看一下，是啊，好可爱，这可以挂在包上了，这个木头的，这个是写愿望了，哦，好可爱，这个这个写字那个木板，哦，我想起来，我好像旅游的时候看到过这个，嗯，对，不错吧？你们有没有啊？你们有没有？这个没有啊？有吧？想要？这个是什么活动的呀？另一个里面可以哦，放纸。玉手，我好像之前去日本玩的时候买过，对，就是那种求平安的那种新年活动哦，这是新年活动的。天，说上我的那个旁边，那个挂上去要有技术，是的，那个都是我们丢上去，对。对，我们丢上去，丢到哪算哪。结果没想到，就是我跟杨圆圆丢在一起。对，杨圆圆的在我旁边，嗯，就是那张照片旁边就是杨圆圆的。好像还有那个说法，就是你如果这样丢上去挂住了才能实现愿望，挂不住的话就实现不了，是这样的吧？就是，有一个东西，就是反正就是往树上扔的，所以那个叫心愿树啊。对啊，哦，对对，是这样的，对，嗯，没事，我有姻缘盲经，嗯，新书你到最后没找到，没关系，下次我发出来。你们家没找到啊？可能扔过头了咋办？怎么会扔过头呢？就是往树上扔，然后它就会，嗯，就挂在那儿，对，就会挂住了，嗯，对。不用很大力气，就是往上面扔。我铃铛什么颜色的？是不是粉色的？好像，对，大家找到粉色的铃铛，嗯，这个好像可以自己选，我记得当时就绑在卡片上，嗯，嗯，好，五一的时候是吧？五一的时候再见，就是周年公演了，对，嗯，好，五一来找找，嗯。嗯，下次再见就周年公演了，就是广州公演剧场，对，我这一期有一种好久没有在剧场公演的感觉，嗯，对啊，是2018年入团，嗯，感觉在外漂泊，是的，在外漂泊，是的，半个月了，嗯，绝了，下次再见，好嘞，上海可以再见，对，两周了，对，下次见就是上海了，嗯，倒是没多久要飞了，是吧？要飞了，我晕了。对，嗯，运动会见，好嘞，嗯。四月确实已经飞了很多地方，而且我看我的那个飞行图都是这样的，这样的，从这就飞到这，然后再飞到这。我最近有去过上海吗？我四月没有去过上海，对，没有。啊，我今年去过上海吗？不记得，去了吗？哦。谢谢小美红的存单，谢谢。去过，什么时候去过？哦 ，B50，哦，对，那就是 B50去的，对，嗯。然后看那个飞行图，就是，嗯，就是，东南西北都有，北到了北京，对，是啊，感觉就是，
但走出了一个那种就是很远的，对，是的，走出了一个很远的，嗯，我们差不多，嗯，那你们确实不容易，对，也是蛮佩服你们的，对，空中小飞人，对对对，还去了重庆，差不多吧，这五个地方，然后我还回了回老家呢，对，回江西啊，对，也有飞过江西的。嗯，空中小飞人真的不容易。我带你们去的，你们也可以去啊，我不带你们也可以去啊，这个啥，嗯，五一飞不动，那就在广州等我回来。嗯，哦，好像挺高的，好像打败了97%的人，对，97点几。我们大半夜回来，然后马上就是，嗯，周年是不是下午公演？对，挺忙的，挺赶的。对啊，中午嘛，嗯，那就睡不到几个小时就得出发了。你们也辛苦啊，你们是不是也得这样飞？嗯，好，没时间排练了，会提前排练的，好像是下周二吧，就是提前去排练。嗯，反正下周一是这个很晚嘛，可能怕那个误机，嗯，来不及回来看。等下睡两天再来。没关系，就是还行吧。哦，那怎么定这么晚的呢？想不通。嗯，合租选手，自己一个人住会怕吗？嗯，对，我飞机上肯定会睡觉。嗯，是啊，写是5点关队列，应该不是5点关队列，应该是5点就结束吧。嗯，关队列可能更早。嗯，可能不能准时结束了，因为我们老师会就是有各种情况出现，对吧？嗯，对，可能5点半走吧。还半个小时收拾一下东西什么，然后看看大家结束了没有这样子。嗯，嗨，对，8点就能到，还可以吃个晚饭。嗯，好，早点休息。我等会也关了。嗯，1点关吧。嗯，吃什么？对，可能就是人多嘛，对，大部队的时候就是要嗯紧张一点。嗯，因为会出现很多意外情况嘛，如果大家一起误机的话很尴尬呀，又赶不上周年，对吧？好像我记得有一次哈，有一次好像是上海飞广州，然后他们都延误了，然后就又在上海待了一天，那一次是总选结束的时候，对，应该是吧，总选结束的时候。嗯，这样我们很累，确实有点。今天昨天吧，昨天就是造型姐姐都在说你们什么时候，就是什么时候回来周年，然后我就跟她说这个航班，然后她就说你们太辛苦了。是的，嗯，对，就是我们去那个西双版纳那一次，对，然后他们就又在上海待了一天。嗯，周年干不放完场，不知道，确实，嗯，就是挺感的。但是我5号可以休息了，对，5号可以休息了。嗯，所以我就是我明天也没得闲，我明天要把那个周年的 unit 还有周年啊，不，还有就是佳佳的那个圣诞的歌练起来。好，谢谢，这是一个 VIP 的皇冠。对，劳动没有节，这是全国人民放假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工作的时候。周年如果晚场的话，可能
哦，中年不能晚场，因为后一天是佳佳圣诞。对，中年如果晚场跨年了，佳佳圣诞怎么办？对啊，大家还是歇不了啊、嗯。是，他圣诞又不是晚，又不是从晚上开始，他从白天就开始，就是从早上就开始。嗯，他是不是11点冷餐啊？对，11点冷餐可能要9点出发了。对，正好粉丝放假。嗯，但是你们也算是下午冷餐，下午是游园好像。嗯，对，是早上冷餐。嗯，他是先冷餐，然后再游园。嗯，11点半，不是，是吧？下午游园，嗯，是吧？哦，下午是 mini live， 下午是 mini live。对，佳佳圣诞好可爱的感觉，是很可爱呀、啊。对，还有 mini live。放完这首歌，没听过，换一个，换一个，怎么都是没听过的？好，放这个。谁说我不用睡了？要睡啊，怎么可能不用睡？不睡觉怎么撑得过去啊？还有晚上哎，嗯，我不是还要上课？我上什么课啊？我上课是下星期的事情，嗯，就是去上海之前啊、嗯，因为我从成都去上海，嗯，谢谢你的音乐棒，嗯，谢谢你的巧克力，嗯，对啊，机票是公司买的，嗯，谢谢你的奶茶，这啥歌？苏打绿的故事，嗯，谢谢你的奶茶。他是不是按着你的手送的？谢谢奶茶。明天要飞，明天为什么要飞呀、啊？明天不飞，嗯，等到要上课的时候再飞。没有，他就只管我从学校去上海的，我去学校还是自己买。谢谢奶茶。谢谢迪丽娃贴的99个巧克力，谢谢子怡的99个玫瑰。刚好用不了随心飞，可以用随心飞，为什么能用随心飞？嗯，谢谢的奶茶。我去上海是用不了随心飞的，对，我那个是湾区随心飞，就只能回广东或者从广东出发啊、嗯。谢谢你们的奶茶。嗯，要是去年就可以用了。Z 的徽章好多人都抽到了，限制还挺大的。其实已经就是它时间是不限制的，以前是时间限制啊。谢谢你的玫瑰，以前是那种早晚随心飞，周一到周五，然后或者周末就是不限时间，嗯，不限地方，但是它时间还是有限制。嗯、今天是画动活动最后一天，今天二十，今天多少号？25哦。对，嗯，嗯，谢谢，谢谢愤怒的苹果送的皇冠。我想起来今天在后台的时候，姐姐说谁偷了我的话筒套子，然后她说她找不到那个就是铜的那个话筒套子，然后我就跟她开玩笑说，我说肯定是有人把那个话筒套子偷偷带回了寝室，然后就把它供在那儿，然后天天拜一拜，保佑保佑。然后他就说哪有人这么无聊，因为他找不到了，说不是我、啊、怎么是我，不是我，我晕了，不是我呀、啊、不是我，我跟他开玩笑呢，对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、哦、不是啊，我拳头硬了，我没有拿，我拿那个干嘛，拿的就是我的吗，哪里也不会是我的呀，对，嗯，我只是就是推理，你知道吗？我是推理。门口那个闪闪哪有闪闪？嗯。哦，谢谢，谢谢这皮蛋的大饼，谢谢。哦天哪！谢谢你给我的用来发片，谢谢。这个总是你自己送的吧？谢谢大家，嗯。
不过姐姐确实有调侃我，是的，嗯。他还问我，他说今年的话筒会是谁呢？我说我怎么知道？我说我怎么知道？好家伙，嗯，我没有拿，我晕了。这些这些是还非常的大饼，谢谢。没关系，就是就是对姐姐关注时事，那广州的就是61200。广州 staff 肯定要关注这些，对吧？钓我的鱼，那我不上当。是的，嗯，好的，那我关了哟。嗯。嗯，好，晚安，谢谢大家。对，学数学专业。谢谢玫瑰。好嘞。刚好没电，对，手机没电，但是可以充电，没关系，主要是太晚了。嗯，你们明天不是要上班吗？是不是要上班？是不是要上学？嗯，谢谢谢谢舅舅的权杖，谢谢你。不要上班上学吗？嗯，谢谢语文不足的幺蛾子。伤心事没关系的，加油。就是你想想五一可以放假了，对吧？嗯，五一可以放假多好呀。嗯，谢谢你的奶茶。好，等它飘完了。对，可以放假的，可以放假。就是现在，现在是先苦后甜，对，先苦后甜，加油哦。嗯，我也放假。嗯，明天不上课，确实放假。嗯，好，晚安，晚安，早点休息，拜拜。